玩的爱丽丝跟犯罪者，就是超短命，不擅长超短命。那爱丽丝，其实爱丽丝很漂亮，只是她必须用原则武器。然后上一期原则武器也没有到很好，电力羽毛，哎呀，然后再这样转身。
样轻的可以掉下去，人家轻的。你刀，他说一开始那个套装，我以为是要丢到火的系统。凑另外一把枪还是刀，不知道。还不错，攻速也不错。来帮忙吐我球，其实很棒。我刚是不是还没有削到？我最后好像没有削到了。对，大补哎。来不及的事。吃饱了，好，血也满了，所以补兵也不用去吃，不够。哎呦，感觉这一轮可以推很远哦。
单的嘞。
这样子回炸，回翻了十九滴要把握死。天哪，扣太多血了啦！怎么把赖把的给换？边界内。吓死我了！吓死我了！疯狂的双刀，来自第八区落上来的部分。这个，哇，血剑补不满呢！何物叫血剑补不满呢？要求。
那我一定会注意，就是拉上去，我在推到森林的第十关 BOSS 的时候，我一定会死。就是我希望把推 BOSS 这个动作留到直播这样子。好啦，那这样子，感谢各位。有时间的话啦，我现在有时间，因为我一定有时间可以玩这样子。好啦，那就这样，感谢各位的收看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实况播放，那 Twitch、YouTube、FB 在这些地方帮我搜寻游戏实况机，然后按赞、订阅、分享以及追随。想看更多影片，点旁边小。